Hello，大家好，我是 Jessica，来自国际企业影响力奖的筹委会主席。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边见面。那很多人常常问我，为什么你要举办这样子的一个颁奖典礼呢？那我就跟他说啊，这个国际企业影响力奖颁奖典礼呢，是我们年度的大会。那希望我们的这个目的啊，希望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企业界和文教政商的这个企业界杰出人士可以就是一起来共襄盛举，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PIEO 跟亚洲企业品牌杂志，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更多的资源，把他们的这个产品服务跟个人的品牌可以宣传到海外去。那希望明年的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有您的参与哦，谢谢。